看还有几个熟悉的面孔。你说啥子？好哥。啊，怎么样？今天我们吃火锅啊，我们今天难得大家都聚到一起，欢迎大家看直播，一群动物吃火锅。今天很丰盛。对呀，这不一帮动物。太辣了，我们的九点哥往里猛塞青菜啊！哎呀，今天晚上一起吃火锅。哎，我给年华兄坐一块儿。一点都不辣。九点哥，你咋吃个火锅还作弊呀？一勺一勺的往外舀。啊，用我们九哲的话说，这火锅叫越煮越辣，越煮越香，吃吧。等会儿你传完告诉我。一会儿吃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去看那个文成公主的演出。我得能评论一下。金城公主。金城公主。哦。金城公主的演出。好嘞，告我一声啊。这个、我们准备要去看演出了，然后来了一个，啊，猴哥的粉丝啊，谢谢大家，我要给大家看外形，像一位小姐姐啊，这个对，非常像小姐姐，但实际上是个男孩子啊，对，我是男孩子，不能影响我们售后以后网恋有阴影了，我们要出发了，大家要去看演出了，八两在扫车，我们。在这个高原地区，他们没有小单车哈，他们都是电车。在这个地方，海拔那么高，3000多，是蹬不动的。年华兄，我今天没记错，你这个帽子从早上戴到脑袋上就没有摘过。暖和的很呢，又暖和又暖和。我们出发了啊！年华兄他们在前面已经跑得没有影了，很有年味儿感觉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。看远处的那个就是布达拉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斤，我是八两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达了金城公主剧场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金城公主剧场啊，还是非常的气派的。哦，哇，这几个壁画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场了，进来必须要戴口罩。头纱、面纱、围巾都可以，但是要把嘴一定要围着。一号，12排，一号看台，这边，一号看台，在上面，走吧，看一下。哇，还有一个门。哇，已经开始了，里面很暗。为何要与吐蕃和亲？当年皇祖将文成公主嫁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，开启了我大唐与吐蕃的世代亲好。近年吐蕃多次向我大唐提亲，父皇念你自小聪慧伶俐，性质柔敏，望你此去吐蕃能像文成公主一样成唐蕃一家，使我们与吐蕃更续新好。父皇放心，女儿谨遵圣命。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了，晚上再补个夜宵。